姐夫，跟你说个事儿呗。啥事儿啊？把你的车借我一下呗。不借。你看你这人，你也不用它，搁家放着也放着，在那扔着也是扔着，你借我用一下呗，能咋的呀？那也不借。哎，你真行。行，你要想借车也行，我给你出个问题，如果你答对了，我就把车借给你。行。什么水不能喝？井水。不对。雨水。也不对。泔水。还是不对。那是什么呀？小朋友，老婆，今天我穿的内裤你从哪里买的？在网上搞活动买的。买了几条？买了15条。咋了？还要买吗？哎，别买了，等穿完再买。还穿完？等穿完我小命就没了。咋了？你嫌它不好看呢？再说了，那内裤在里边穿的，又不是在外边穿给人看。再说看也是我看，我都看腻了，你还嫌乎个啥？你说的这是啥话？哎，我问你，你这十五条花多少钱？9.9块，我好不容易抢到的。是不是还包邮啊？那肯定的，不包邮谁要啊？你就没看啥面料的？我看了，青纶棉的。咋了？不舒服呀？哎，舒不舒服咱先不说，关键是它一动，它噼里啪啦的起静电呢。是吗？还有这功能？你就当电流了。你还能 笑？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追公交车，一跑裤裆里噼里啪啦响，火星都冒出来了。人公交车司机停下车，拿着灭火器下来的。还有那么夸张啊？夸张！我现在连屁都不敢放，我害怕爆炸。我现在忍着上厕所，脱了裤我才敢放，我害怕崩着人家。哎，对了，你也去买几条穿上啊，咱俩一块炸街去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易拉链开了。包，我说的是包。哎结婚2年了，你这肚子怎么没动静啊？你是不是不能生啊？我能生，我跟前男友在一起我就怀过。是你不能生吧？那我更不可能了，我前女友给我怀过2次了。我能确保怀的是我自己的，你前女友怀的可不一定是你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取教。哎，凭什么说你是女的？你拿什么证明？掏出来给我看看。干什么？身份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昨天晚上把我内裤洗了干啥呀？今天早上都没干，我上班一着急我都没穿就去了。没穿没穿呗，咋的了？才咋的了？我刚到工地，开塔吊的小姐姐就告诉我没穿内裤。他咋知道的呢？我也纳闷了，我以为他在咱家安摄像头了呢。后来我一问他，他说我拉链开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我裤衩子你给我整哪去了？洗了。你下回再洗的时候能不能告诉我一声？我穿啥呀？老瞎洗什么呀？咋的？我给你洗还洗出念来了，急挠的像个酸脸猴子似的。你跟谁俩呢？那你洗你不告诉我一声，你说我穿啥？咋的？你就那一个裤衩子呀？上些日子我给你买了5-6个，那不都在衣柜里吗？你自己不知道找呀？废话，你不告诉我，我哪知道你买了？我是你妈呀，我啥都得告诉你呀。我伺候你你还急眼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看你越来越不要脸了。姐夫啊，你说中国有2个经，一个南京，一个北京，你要再收拾一个京的话，我就嫁给你。这也太难了吧？也不难嘛。啥呀？不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个光棍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一年一年又一年，下联是年年结婚没有咱。聪明的你给个横批吧。说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是你的，你竟然怀疑我。哼，昨天我爸到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我们家族有遗传性的不孕不育。有人生下来已经很疼了，你就不要在乎孩子是谁的了好吗？还有，你应该回家先问问你爸，你是哪来的？哎呦我的妈！
离婚。怎么了？我们结婚五年了，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你是个骗子。我怎么骗你了？你就是老牛吃嫩草。谈恋爱的时候你跟我说你25岁，结果到今天我才知道你都30岁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娶了你这么个老婆啊？你还怪我啊你？哎呦我的妈！离婚！老公，我又怀孕了。哇！你又怀孕了？嗯。你咋又怀孕了呢？那你买回来那药也不好使啊。那人家大夫都说了非常好使。你可让他拉倒吧，我就天天都按他说的那用了，也不好使。你咋做的？他不说的吗？房前一粒房后一粒吗？那也没好使啊，这不也怀孕了吗？那你意思是房前放了一粒儿，房后放了一粒儿？嗯。那你咋不搁房顶放两粒儿呢？他没说呀。你看，你真得看医生，我爸看医生去。哎呀，干嘛？结婚2年了，你这肚子怎么没动静啊？你是不是不能生啊？我能生，我跟前男友在一起，我就怀过。是你不能生吧？那我更不可能了。我前女友给我怀过2次了，我能确保怀的是我自己的。你前女友怀的可不一定是你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去教去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我肝不太好。那把酒戒了吧。那不让喝酒，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啊？那不是对你身体好吗？哎，行行行，戒戒戒。医生还说啥了？医生还说我肺也不太好。哎，那把烟也戒了吧。那不让喝酒也不让抽烟，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啊？那不是对你身体好吗？好，行行行，戒戒戒戒。还说啥了？医生还说我肾不太好，不建议同房。哪个医生说的呀？在这胡说八道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不能听他的，不信他的啊。说呀，有这么一个新来的女护士给一个患者呀就扎针，因为她是新来的呀，她老是扎不准，她扎呀扎呀，捅啊捅啊，捅老半天也没捅过去，疼的这个患者呀呲牙咧嘴。然后这患者一看就说了，哎呦你这个大夫呀，你咋从那头扎的针，这针头咋从这头露出来了呀？这小护士这一看，羞的是脸通红啊，不好意思的就说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绣十字绣啊，绣习惯了。姐夫咋的了？小姨，我这个地方一按就疼。那不按疼吗？不按不疼。那就别按。哎呦我的妈！